在20日在网上发文透露，被网红合力冒名业配商品一事，还罕见动怒公开相关截图，引发一阵热议。而合力也因此 IG 被灌爆留言。不料他22日上传疑似轻生的消息，在 IG 版面只留下一则贴文，写着像是道别的内容，而现实动态则是透露他疑似轻生的消息。隔日账号就无故消失，另外借物理看花。无端被卷入事件的林心如沉默了3天，23日除了在社群更新工作的现实动态，晚间还上传2张工作花絮照。照片中她画上精致的妆容，身穿平口礼服，并在文中写下什么都不必说，以比利的名曲什么都不必说歌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，似乎是在回应近日的风波，还附上 hashtag 充实的一天，心情似乎不受到影响。